日前，高雄一位网友分享，看到一名清洁人员在扫地，头上戴着遮阳伞，伞的外围还垂下厚重的披风，几乎是全方位挡掉阳光，让他惊呼高雄真的需要一人一个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们指出这身打扮像极了布袋戏角色常静人，也有网友表示很像精品巴黎世家新出的帽子款式，让不少人笑霹雳布袋戏好有远见。而原po也在留言区高喊要团购，引起网友们热烈的回响。